他用20多年的时间，终于将草剃精练成了 S 级角色。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收看鸭王打这个大口啊，一个精彩对局啊。大口的话，他功力很深厚啊，是吧？这些高手能够达到一线以上的话，哪个不是玩了十几年、20年的，是吧？除非有一些天赋异禀的。喂，升龙厉害，咋还是被一个升龙判定给打掉了？哦哟，这波前冲直捣黄龙，偷下盘，带入无视，这个是勇士行为啊，有点东西。大口的打法非常的优秀啊，很优又很秀啊，打倒在地，继续偷下盘，好，推空，然后继续晃摇压制，起身想投被跳开了啊，直接打晕踢起来，继续晃摇，又是摁住地上。这把离得太近了，哎呦！不要被这个草剃给打顺手了啊！打顺手的话，他全程追着你来打。跳皮抢空，好，等了一下后手，等你升龙啊，打插合打你。这波打点有点高了哈，折是折到了。对，掏一个，好漂亮，这把还是不错的。利用了大狗在角落啊，老是想挣脱、想乱动的心理哈、啊，但是没想到好久不长啊，直接被反偷了一个下盘。有东西，有东西啊！好，点赞再再看，养成好习惯。嗯，三两下又是压进满边，好，晃摇打康，继续接晃摇，砸奈落了，我这晕了呀 ，perfect 啊！彼此试探一下，好，刚倒在地，开始进攻模式。这下抢空没抢过，但是落地直接给了一个升龙，这能 A B 啊？一顿小木压啊，接上一个小升龙，继续点赞 A 牵制对手风起跳，漂亮，动不了，偷到下盘直接给一个必杀。哎，拼手速，拼网速了，321要上链接了，这是。这鸭王不太好啊！哎，这一把等了一下，但是乱动了。好，起身后砸，漂亮，二折命中，放倒。这下再打中的话，要被打晕了呀！还好，好，八神反透下盘之后 ，A B 折一个。哎呀，太重了！哎呦，直接砸了一个枪钻的，这是。应该有了啊，应该可以收尾了，漂亮啊！好，关注小学不会走丢。